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刘淼老师，非常高兴呢，能够给大家开设这门慕课啊，这门在线的课程，来给大家提供一些学习方面的辅导。那么我们这个课的特点呢，是我们用24个知识点来讲完我们全部东方第二册的12课书。每一课书呢，我们都会分成对话和课文两个知识点来进行讲解。那么平均一个知识点，也就是对话部分或者是课文部分呢，我们呢基本上都是20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我们因为是慕课的原因，所以我们呢没有给大家来讲设计这个练习的讲解，我们所有的讲解的重点全部都集中在对话和课文部分。那么我们基本的一个思路呢，是我们给大家会讲解每一个对话里面重要的知识点啊，然后会就重要的动词给大家来进行展开的讲解。那有的时候呢，在对话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学到的东西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配一些图啊。那么这些图呢，但因为是慕课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互动，但是呢，我可以自己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些图，大家呢也可以通过看课件，然后来了解一下我们来怎么样进行看图说话，怎么样来总结对话的知识点，总结课文的知识点。所以呢，我也希望这门课能够真正就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大家。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门课啊，第一个知识点的学习，也就是第一课的对话部分。第一课它的题目，它的这个话题是 "Встреча знакомства"，是这个见面哈和相识啊，也是我们认识新朋友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会看到，在第一课的部分呢，我们首先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对话它的交际目的在哪里，因为我们的教材全部都是按照交际目的进行编写的，哎，就是根据不同的交际目的，我们来。相互来组织材料，来编写教材。所以，我们看在第一课的对话部分，我们要学习的是认识新同事啊。那我们看，我们可以了解到同事的学历、年龄、职位啊，还有呢，就是和朋友重逢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啊？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了解到一些附近的怎么了解一些近况？关于家庭的、工作的。啊，以及换工作的，或者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这样这些基本的信息。那么好，首先呢，我们来进入对话一的学习。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Это наш новый сотрудник. Недавно он поступил работать к нам в фирму. Как его зовут? Его зовут Николай. А как его фамилия? Соколов. Он еще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Да, ему только 26 лет. Еще год назад он был аспирантом, а теперь работает менеджером у нас в фирме. 这个对话里面呢，需要替换的部分呢，老师已经给大家用蓝色的笔来标出来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对话的意思。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 说："这个人是谁呀？"他是我们的新同事，不久前刚刚到我们公司来工作的。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尼古拉。他姓什么？他姓斯卡洛夫。那他真年轻啊！是的啊，他只有26岁啊。那么1年前呢，他还读啊，还在读研究生。现在呢，就已经是我们公司的经理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对话需要我们关注的几个点。首先呢，这个对话聚焦的是一个陌生人信息的，就是陌生人信息的一个陈述描写。那么我们询问陌生人的情况，首先当然是可以问 "Кто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啊，这个人是谁啊？Как его зовут？Как его фамилия？啊，问他的姓，问他的名啊。那么这个人的基本情况，我们也可以介绍，他是我们的同事，это наш новый сотрудник。或者是说呢，他不久前刚刚到我们公司来工作，把 "поступать работать к нам в фирму"。
bus to bus 这个词啊，到哪里去工作？guda 啊，到谁那里去工作？ke gamu。继续往下看，对他的评价是他很年轻，对吧？那他只有26岁，谁26岁？谁是第三个？1年前呢还在读研究生呢，现在呢就已经是我们的经理了啊，是经理哈、啊，做这份工作。Работает инженером, работает кем？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书上的替换练习啊。老师在每一个课件里面呢，都会给大家把替换的部分讲一讲。首先，我们来看新同事啊，除了新同事 （novi sotrudnik），还可以说什么呢？Это наш новый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这是我们的新老师；Это мой друг，这是我朋友。关于他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啊。У нас работает у нас，他开始跟我们一起工作了哈，在我们这儿工作了。Он поступил к нам на работу，他来到我们这里工作了。在年龄部分呀，很好处理哈。Ему или кому 28 лет，28岁；или кому 27 лет，27岁。工作地点很简单哈。У нас в институте，在我们学院或者在我们大学；или у нас в компании，在我们公司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下看图说话这样的一个替换的部分啊，因为没有办法跟大家进行互动，那我就自己来说一说啊，大家可以跟参照老师的讲的呢，自己在底下练习。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啊新同事见面的这样，我们把它想象成新同事见面的情况。那或者是呢，比如说这两个人见面，我们想其中了解其中的这一个人啊，那我们就可以说了啊，就我旁边还有一个朋友说，喂，可多 on 大 boy，哎，他是谁呀？啊，可多 on nas no nas no visa budget，他是我们的新同事。On недавно поступил к нам фирму на работу，他不久前刚刚要到我们这来工作的。啊，但是 а как его зовут？啊，его зовут，ну например его зовут。Алёша, например, нет, его зовут, например, Олег, а его зовут Олег. А как его фамилия? 那他姓什么呢？啊，Соколов, 啊，他姓什么？也告诉大家了啊。啊，但是，но он выглядит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啊，他看起来真年轻啊，он совсем молодой. Но, конеч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ему только 26 лет, 因为他只有26岁啊。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去年啊，он ещё был аспирантом, 啊。В этом году он уже работал менеджером в нашей фирме 啊，但是今年呢，他已经是我们的是我们公司的经理了。好的，那大家呢可以按照老师这种模式啊，看着这个图啊，自己也再练一练。好，我们来看对话二。Сергей, это ты? Здравствуй. Какая встреча? Здравствуй, Павел. 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Как живешь? Хорошо, спасибо. А ты? Я тоже хорошо. Где ты работаешь? 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абрике. Я теперь главный инженер. Ну, а как семья? Отлично. Дети растут. Старший сын ходит в школу. Младший в детский сад. Зоя, моя жена, ты помнишь ее? Работает в школе. Она теперь директор школы. А ты женился или все еще холостой? Женился еще в 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А кто твоя жена? Моя жена врач, работает в детской поликлинике. Приезжай к нам в гости. Я познакомлю вас со своей женой. Спасибо, мы с Зоей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едем. До свидания.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Зое и детям. Спасиб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这个对话呀，挺长的啊。我们先来从头开始看一下，两个老朋友很久没见，哎，我们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表示两个人没见的这种有感情色彩的这种词汇哈，句子可以学习。首先我们来看，哎，对啊，是你吗？啊，какая встреча？哎呀，我竟然在这儿看到你了啊，какая встреча？那 здравствуй, 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е виделись？这么多年没见了哈，那么多年没见了，那你过得怎么样呢？Как живёшь? Как работаешь? 啊，那如果很好的话，你就回答 Ну да, хорошо 啊，没问题。
在工厂工作哈，工厂啊，我们都连用前置词 na 啊，например na zavodzie na fabrike 啊，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абрике，我在工厂工作。那我现在是什么工程师啊？大家会不会翻译啊？Главный инженер 是总工程师啊，我现在已经是总工程师了。那家庭怎么样啊？家庭情况如何呀？家庭情况也特别好哈。Дети растут，我们随后会学这个哈。我们在课件里面啊，为大家这种红色加粗加下划线字体标出来的动词，都是我们在随后要重点展开学习的动词。说孩子们啊都在成长哈，我的这个大儿子他已经上学了，小的呢上幼儿园，还有 Zoya，她是我的妻子，你还记得她吗？啊，她在学校工作，她现在已经是校长啦。啊，那你是结婚了还是还单身呢？嗯，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看完啊，我结婚了，我去年结婚的啊。那您的妻那你妻子是干嘛的呀？啊，她是个医生，她在这个儿童医院工作。啊，到我们家来做客吧！啊，我介绍你和我的妻子认识啊，谢谢。那我和 Zoya 呢一定会去的啊，那再见啊，请向 Zoya 和孩子们转达我的问候，谢谢啊，祝一切都好。这样的一个，那么我们回头再看到前面部分啊，前面部分说孩子们都正在成长哈，然后有孩子去哪里，孩子去哪里哈，活期的复式过路表示上学对吧啊？下面呢有个关于婚姻情况的。Женица 指的是结婚啊，Женица，伊利没结婚的话，男生哈，伊利所以说 холостой，哎，它表示单身的意思。翻过来看呢，我们还要学习一个比较重要的动词哈啊，首先我们是要怎么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啊？我们说 приезжай к нам в гости，哎，请来我们这儿做客吧啊，这个通常啊是不是同城之间的邀请啊？比如说我在北京，你在上海。啊，这种类型的，我们用这个交通的这种 приезжайте。那如果是同城的，我在北京啊，朝阳区，你在北京海淀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 приходите к нам в гости。我认识你，我把你介绍给谁认识，这也是一会儿我们要学习的啊。接下去呢，我们会看转达问候啊，передать привет кому 啊，就是把问候转达给谁，谁是第三个。最后有一个祝愿性的话，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好，我们来看一下动词，видеться, увидеться 啊，它表示见面。既然是带虾动词呢，它就跟看见什么东西不一样，它表示两个人遇见了，带虾动词嘛，啊，两个人遇见了，和谁呢？可以是 с кем。Например, давно не виделись，哎，这是我们见面时候经常说的话，说哎呀，好久没见了。Они не виделись целое лето。他们整整一个夏天都没有见过面，我们彼此经常见面啊，我们可以说 мы видим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мы часто видим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那我们经常见面。расти вырасти 成长啊，这个词啊，вырасти 表示长大啊。那首先呢，我要说一下它的这个变位啊，有点特殊。Я расту, ты растешь, они растут. Я вырасту, ты вырастешь, они вырастут. 它的过去时特别有特点啊！我们看它的阳性过去时哈、啊、是 рос，是 р，然后后面加 о 啊，рос 啊，就它完全都变掉了。阴性的过去时是 росла。我们看第一个例句，дуб растет медленно 啊，说 дуб 是橡树啊，橡树长得比较慢啊。第二句，в лесу Родилась елочка в лесу, она росла。这句话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这是我们这个有一首歌哈，里面的一句歌词，指的是唱的是这个小葱树，它是俄罗斯，就是过新年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大家家里面都要放这样的一棵树。那么他说，就有这样的一棵树呢，它在这个森林里面哈，它开始就是它生长在森林里面，同时呢，它还一直在森林里面长大，这样的意思啊。Родилась в лесу и ещё и росла。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росла 这个词啊，它这个词干部分已经变成 о 哈，对，就 росла 那 росла。Они росли вместе，他们是一起长大的。这个孩子生长在和睦的家庭里，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呢？Этот мальчик или этот ребенок, или он, например, да, этот мальчик
Рос в друж, а, друж, дружной семье，哎，就他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就可以了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Женица 结婚啊，Нагом 啊，跟谁结婚？这个词只适用于男生啊，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啊，一男一女两个人结婚可以。如果要是只有一个人的话，只适用于男性啊。Нагом впрошлом году они женились。去年他们两个结婚了。下面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句。这句话呢是选自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啊，是契科夫写的一个叫做短篇小说《安娜·纳什耶》啊，就是脖子上的安娜。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的原语。这个小说啊，讲的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嫁给了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啊，因为她家里比较困难啊，就是大家最后呢就把她嫁给了一个很乏味的这样的一个官员。Да и скучно слушать музыку, когда чиновник 52 года жениться на девушке, которая едва минула 18. 说的是再者哈、啊，一个52岁的官吏哈、啊，跟一个刚满18岁的小姑娘结婚，音乐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乏味啊，是这样的。我们看这个52岁的官吏和谁结婚？这是这个动词的搭配，体现得很清楚啊。就是 at chinovnik zhenitsa na 接 ushge 啊，那加第六个。好，我们再来看 znagomiti baznagomiti，介绍使认识，介绍什么和谁认识？Gavoskem。Например, direktor baznagomil novoga sotrudnika s kollektivom。厂长把新同事介绍给。啊，介绍给大家，collective 指的是集体的意思啊，就介绍给这个，就是大家就是老同事们呗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句，Книга знакомит нас с прекрасным миром 啊，书籍让我们认识美丽的世界啊。我们看第三个，导游向游客们介绍城市的情况，Экскурсовод знакомит туристов с историей города。介绍，那么就是说，excursavod 它是主语哈、啊，然后介绍游客们，向游客们介绍，就是让他们认识的意思啊。Znagomit turistov s gem s istoriy goroda。好，我们来看一下替换部分的练习。首先，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都可以说些什么呢？Gavoya vizhu 打招呼的时候啊，说哎呀，我这是看见谁了啊。Gagimi suji bami，还有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直译的意思就是说，哎呀，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命运的安排啊？我们又见面了。好，skolika let skolika zim，就是多少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啊？我们又见面了。这都是一种非常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表示的方法啊。就当我们两个人很久没见的时候，那么问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什么呢？Gak jila 啊，Gak zhizni，Gak rabota，Gak bazhivayesh。啊，说的都是说近况如何，生活怎么样，工作怎么样，过得如何。我们看职业部分的一些替换。如果是在大学里面呢，就是做老师啊，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啊，в школе номер четыре 啊，四中啊，第四中学，в учителе математики 啊，在四中当数学老师。и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газете 指的是在报社啊，работа журналистом，哎，在报社做这个记者的工作。最后呢，我们再来扩展练习一下介绍谁和谁认识的这个动词啊，познакомить，用完成体动词将来时表示我来介绍您和谁认识啊。Я познакомлю вас с семьей，我把我的家庭介绍给您啊。Я познакомлю вас с женой и детьми，我把这个我的妻子和孩子啊，我们介绍你们认识。Еще я покажу вам нашу квартиру，哎，如果你来我们家做客的话呢，我还领着你来看一看我的房子啊。Показать кому что，把什么东西给谁看？好，下面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最后一个对话啊。Тамара, здравствуй,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Оля, это ты? Сколько ле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Ты все еще в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Что ты? Там была интересная работа, но такая зарплата, на которую трудно было жить.
где ты теперь? Сначала я пошла на курсы экономистов, потом устроилась на работу в банк. Работа н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но теперь зарабатываю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тобы нормально жить.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своей зарплатой я довольна. А как ты? Где работаешь? Я сейчас не работаю, вышла замуж. У нас маленький сын, а я пока сижу дома. 我们看这个对话呀，是两个女性朋友见面。 Тамара, 说你好啊，说好久没有见了，我俩是你吗？啊，这么久都没见到了，嗯，你还是在这个翻译部门工作吗？他说，哎呀，他说那哪能呢？啊，就是多对啊，意思就是说那不对啊，那不会的，那个地方的工作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呢，工资太低了啊，就是用这样的工资我没有办法，我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我们来看这句话啊，这个划线部分呀，是表示希望大家能够着重理解的部分。 На которую трудно жить 啊，这个地方首先这句话是过去时啊，所以加了一个 было。 那为什么要加 было 表示它的过去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无人称句啊，它的时间只能用 быть的中性来表示。这第一个，第二个啊， трудно жить 啊，以什么为生？靠什么为生？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 жить на что。 也就是说 на которую то есть на такую зарплату трудно жить。那么继续往下看，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我首先呀去参加了这个去上了经济学的课程。Пошла на курсы 指的是去上什么辅导课啊？Курсы 主要指各种辅导类的课程啊，不是大学里面那种特别标准的课程。那比如说新东方给我们开设的各种课程都可以叫做 курсы。然后呢，我呢就在一家银行找到了工作。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哎，咱们不是第一次见了啊，这对话里面也有见过，找到工作。虽然说工作不是那么有意思，但是呢，现在呢，我已经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了。Достаточно表示足够多，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用чтобы这个从句来描写一下，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Чтобы нормально жить, 哎，就是我已经能够觉得，哎，达到我一个基本的生活标准了。Нормально жить.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这个词组大家要会，要背哈。这指的是不管怎么说啊，它是一个让步型的啊。那尽管工作不是特别有意思，对吧？啊，也许翻译的工作更有意思，但是呢，银行赚的更多啊。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в банке, конечно, больше, чем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所以说，不管怎么说，我是满意我这份薪水的啊。 довольна 这个词，它表示满意，短尾形容词。 对什么满意？什么是第五个啊 ？Свои зарплаты довольна. А как ты? Где работаешь? 那你怎么样？你是在哪儿？你在哪儿工作呀？我现在呀不工作了啊 ，вышла замуж 啊，我结婚了啊 ，у нас маленький сын 我们有一个特别小的儿子，所以我现在呢 ，пока сижу дома 我现在呢就是在家里面啊。那么 сидеть дома 它的直译是坐在家里，这个里面呀就是指的是 он。 То есть она не работает, она сидит дома, значит, у нее нет работы. 她在家里面坐着，她在家里面待着，就是指的是她是没有工作，还是主副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动词打开啊。Устроиться, устраиваться, 它表示就业或者是找到工作。我们来看一下。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он устроился на работу в известную фирму. 大学毕业以后呢，他在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家很有名的公司找到了工作。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куда? Многие студенты хотят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в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很多大学生都希望能够在外企找一份工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医院找到了一份工作。Он устроился на работу в больницу. 汉语额的练习啊，老师呢就直接给大家翻译了啊。那然后呢，大家在看课件的时候呢，可以先点一下暂停啊，或者你自己可以先翻一翻，看看跟老师翻的是不是一样。再学一个动词 ，выйти выходить。那我们一看到这个动词呢，大家要能知道它是由运动动词一对运动动词以及ходить加前缀 вы 来构成的。
那么前缀 we 的意思是表示走出来、走出去啊。那所以这个动词的词义是表示走出来到啊。引申一下，它可以表示嫁给谁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女孩子嫁人了，就是走出自己的家庭了啊，离开自己的家庭，去另一个家庭。无意及孤单啊，那么嫁给谁呢？是 za ga wo 第四个。我多了一个是多 wishel 啊，就她刚刚出去了，这跟嫁人没关系啊，因为这个嫁人啊这个词啊，就像我们汉语的嫁这个字一样，它是不能有男性做它的主语的啊，它只能是女性，对吧？啊，这个地方啊说的是她刚刚出去了啊，我 wishel 多了一个是多 wishel， 你说 ，каждое утро я выхожу из дома в 7 часов。每天早晨呢，我七点钟的时候就出门啊。Выходить из дома 是我们一个固定的说法，就是表示出门啊。不管你是出门上班、出门上学哈、啊，还是干嘛哈、啊，都是这个词啊。Выходить из дом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汉语俄，她嫁给了一位军人。我们要考虑了啊，她嫁给谁？我们要 выйти замуж 对吧？那么这个军人，我们前面还需要前置词 за 啊，所以最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这样。Она вышла замуж за военного。好的，那这个词呢，我们也就学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替换部分啊。替换部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培训加就业的这部分啊。那么，如果我们培训的是这个外语类型的技能呢，我们就去外企就业；如果培训的是编程的技能呢，我们就去这个计算机的公司就业。我们来看一下。Если мы пойдем на курсы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Думаю, можем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в иностранную компанию. А если мы пойдем на курсы программистов, программист 指的是程序员啊，编程设计啊，то мы можем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в компьютерную фирму. 哎，我们可以在这个计算机的公司找到工作。关于现状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哈。除了前面两个人去银行的或者在家里面做主妇的之外呢，我们还可以说 поступила в аспирантуру， 考上了研究生啊。Учусь за границей， 我正在国外念书呢啊。以及 приехала домой на каникулы， 啊，以及我们现在正好是一个假期，我是回来过过假期的。来说，这是我们第三个对话的替换部分。那么下面呢，我们根据这个图哈，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对话。你看，我 две подруги они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они виделись уже, они уже много лет не виделись,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啊。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要彼此来聊一下。首先，他们可以说，我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哎，这么多 давно мы не виделись。我们还可以说什么 какими судьбами。啊，就是哎呀，这是什么样的命运的安排呀，对吧？ Gagimi suji bani, gavo ya viru, 我这是看见谁了啊？那么在寒暄过后呢，我们就开始问了，说 no doi xiu yi xiu bire bire wa ji chis gam a jie li， 你还在这个翻译部门工作吗？是多对，他说哎呀，怎么会呢，对不对？ Dam rabota bila interesna ya no da gaya zara prada， 他就赚那么一点点钱，都生活不了，怎么说的呀？那嘎多如有 trudna bila rit， 很难生活啊。几别的啊，个几的 rabota 也是几别的啊。那你现在去哪儿工作了呢？啊，那他的工作前面谈了一下他的培训，对不对？ Snachala ya bashla na gursi economistov。А потом я устроилась на работу в банк. Теперь я зарабатываю достаточно, чтобы нормально жить. 哎，我现在已经赚的足够多了，能够达到我的标准了。Но хотя работа не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ая, но все-таки своей зарплатой я довольна. 那我对我的工作，对我的工资很满意。Довольна своей зарплатой.啊，但是我们看他接下去还说什么？那他就继续在问对方了，对不对？说啊，对个杰拉波的也是啊，那你在哪儿工作呢？我们看另外一个人就说了啊，亚巴嘎西如多嘛，哎，我现在是一个主妇的状态啊，我在家里头的亚尼拉波的哟，哎，我不工作了。巴达穆什的亚乌什拉扎穆什，因为结婚了，而且呢，你说我那是也是马林基辛，哎，我们还有一个啊年纪非常小的儿子需要照顾。好了，说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对话里面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